美国现在流行一种健康饮料，叫做 smoothie，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思慕西。这种饮料做起来很简单，首先你需要有一个电动的搅拌器，然后呢，往里面加入各种各样的水果。人可能就觉得奇怪了，为什么不直接喝果汁要这么麻烦来做这个smoothie 呢？这是因为我们喝果汁的时候，实际上只喝下了水果里头很少的一部分营养素，还有很多营养素呢留在了那个渣子里头了，比如说很重要的膳食纤维，还有一些矿物质啊、维生素，都在渣子里头不吃了。但是呢，你如果做的是 smoothie 的话，你是把整个的水果都放在里头一起做成了饮料，然后呢又整个的喝下去，所以呢水果的营养是没有流失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种健康饮料的原因。另外呢，你做这个 smoothie 的话，你除了用新鲜的水果做，你还可以用冷冻的水果来做，在营养上也不会有丧失的。你能够用冷冻的冰冻的水果来做的话，那么呢就不会受这个水果季节的限制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水果，这样吃水果呢就会多样化，这样也很有助于健康。这个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配方，叫做四梅什么西，就往里面加四种浆果，一种是草莓，一种是蓝莓，还有一种是红莓，另外一点黑莓下去，然后呢还要再加一杯的这种酸奶，最好是香草味的或者是盐味的酸奶都可以，再加入三块冰，再加入一杯水调一下粘稠度，不然就打不起来了。好，现在可以开始打了。再把它倒在杯子里头，非常好喝。